大家好，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有趣的动物——狮子。狮子是世界上最大的猫科动物，它们生活在非洲和亚洲的草原、沙漠和森林里。首先，我们来看看狮子的外貌。狮子有一个金黄色的皮毛，还有一条长长的尾巴。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它们的头上有一顶很厉害的鬃毛，看起来就像一顶王冠，所以狮子也被称为草原之王。狮子是肉食动物，它们喜欢吃肉。它们通常在晚上出来狩猎，用锋利的爪子和牙齿抓住猎物。狮子通常生活在群体里，这个群体叫做狮群。狮群中有成年狮子、母狮和小狮子，它们一起生活、狩猎和休息。狮子是非常勇敢和强壮的动物，它们是草原上的顶级捕食者。狮子也非常聪明，它们会一起合作，用团队的力量来捕猎大型的动物。狮子也有一个特别的叫声，就像是嗷呜嗷呜的声音，听起来非常震撼。他们用这种叫声来告诉其他动物，这是他们的领地，别靠近。总的来说，狮子是非常了不起的动物，他们勇敢、强壮，也非常聪明。希望大家都能记住这个有趣的小知识。如果有机会去动物园，记得去看看狮子，他们一定会给你带来很多快乐。谢谢大家。